这场比赛是由PLL 对中国大陆来的孙浩宏，这是音译啊，大概他的拼音就是这么写的。这场是香港杯比赛的半决赛。胜者将参加到决赛当中。现在我们看铁路暂时是以3-1领先。好，铁路他的打法非常的凶狠，大开大合，所以他的性格也是相当的吻合。好，铁路有一个抢攻，但是这球擦网出界。这位魁北克来的小将，还是相当有天分，但是有时候处理球还是稍显粗糙。在上一次，在去年的争夺奥运会名额的比赛当中，他是惜败给了前3名选手，没有进入到整个北美地区的这个比赛当中。好，处理球非常细腻，大家可以看到中国队选手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他在远台的处理上，包括近台高调弧线球的这种选择手法，他的手腕手指的控制也是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精准。他的发球也相当有特点，发球是类似于王浩的那种钩子式的发球。他采取了一个，但是这个发球好像不是太严谨，他发球有点出台了。但是铁路有一个衔接上的失误出界，比分好，这球发得好，相当好。好，皮耶鲁这球是有点不太讲理，这球可能那个版型稍微再亮一点会比较好一点。我们现场看到很多观众在很静心的看这场比赛。在上一轮的半决赛当中呢，是1/4决赛当中，皮耶鲁是战胜了普里莫拉茨，这是非常意外的。整场比赛里面是他的大比分是4-2，而孙浩宏他是战胜了中国香港的王俊廷，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在下一场的半决赛是由法国的名将科贝尔跟来自加拿大的王真进行比赛。好，铁路这一局是惜败。惜败还是险胜，我们刚才没有看到比分。第二局比赛即将开始，刚才那一局比赛是孙浩宏11-7战胜了 Pierre Luc， Pierre Luc 是左手的选手。这一球是他的击球点太靠后，这球好，所以击球点关于击球部位在那个时机中是相当重要，如果太靠后了，那个球就没有冲击力，因为那个球整体是向上拔的话，那个球要下落的话就要更长弧线里面它的攻击力就减少，没有那种从高到往下一种力贯山河的冲击力。
这球不好，有一个反手，反手是想反撕，想反拉一个球到皮耶鲁的正手大脚，但是可惜拉空了。这球是不愿现在在多伦多啊，乒乓球比赛是越来越受重视，很多无论是摄影爱好者还是专业的摄影师都扛着长枪大炮来拍摄这个比赛。很多精彩的照片，我们看到孙浩宏这位选手，他的有些动作他的衔接不是很快，有些停滞。所以他在对皮耶鲁的比赛当中他没有取得很好的先机，因为他们的打法还是比较相近。皮耶鲁发球这是一个好，这个机会没有打到，实在是太可惜了。刚才皮耶鲁是发了一个带有假动作的这样一个侧上旋的球，孙浩宏是摆转失误。哎，这一球是运气球，这一球摆得相当的低，相当的短。之后有一些乒乓球爱好者会问说，这个球如果它是贴网过来了，如果对方是把球板扔出去触球然后球过来了，这球算不算，这要看触球时间。如果在触球点的话，那个手依然是碰着球板的，那个球就该算。如果那一点球拍已经脱手了，那这球就不算得点。比分也是相当焦灼，这一球也是一个擦网球，然后皮耶鲁是接球失误。这一球是来了一个直线打到了对方相当难受的部位。我们看到裁判是提示边裁要更新那个比分。这球相当凶狠，打到了皮耶鲁也是相当难受部位，他接球很别扭，举点。这球是有战术性的一个球，他球相当转，拉到了孙浩宏的正手小三角的部位，是一个高吊弧圈球。现在很多选手都选在正手位用反手接球拉起对方的发球。说话间就来到了第三局比赛，刚才孙浩宏也是抓住了比赛的一个契机，取得了上一局比赛的胜利，11-9。三局开始，首先是由皮耶鲁发球，孙浩宏是一个反手的快撕，但是下网，刚才是没有用到腰。这一球也是触球点不对，反应有点慢了一点，没有接上。孙浩宏是采取了一个抓到对方正手大脚的分球，
但这一球衔接也没有衔接好。发球还是二跳出界了，没有发到台内。这一球如果，这球相当漂亮，让徐浩宏的反应相当迅速。这反手在一个也是不那么舒服的地方，把球接到了对方的正手大脚碰到。这也是依靠非常扎实的基本功跟他的手感，是将对手的节奏打乱。好，这一球连续进攻，对方是受迫性的失误。好，皮耶鲁喊了一个暂停。两位选手在实际上看来是实力相当。那我们看到皮耶鲁这位选手，他是有两位队友作为他的场面指导，和中国大陆来的这位选手，他是并没有任何的队友或者教练员指导到场，完全是依靠他的自己这个判断跟在场上的经验来进行比赛。两位选手的身材也是相当的接近。魁北克这位选手，他并没有传统高加索人的高大，但是肌肉非常发达，身体很强壮。好，比赛继续开始。这球好像是有点擦到了板边，球打飞了。这球太凶猛，过于凶猛，他的球很来球很低，但是他应该再往侧一点点，把那个球拧高一点，再往下打过去。这球是一个出其不意的笨球，对方是擦网出界。这些笨球啊，往往它的那个节奏不是很好把握，稍微反应慢一点，出球点稍微靠后一点，那个球就可能会接飞或者下网。但如果要抓到那个出球点，足够迅速的话，那个球就会接得很好。哇，非常漂亮！这球，别溜也是。不知道是欣赏还是无奈的笑笑，他也是感到这一球对方打得很漂亮。这也是关于经验跟他的一些很场上的他的总结反映出来球。啊，这一球是动作做得太漂亮了，球没有打到。看来他是要求对方，要求太高了。这球也是擦网。看来今天运气帮助了这位中国大陆选手不少的得分。好，一个逆旋转发球，这一球漂亮。好，这球衔接上，打得很漂亮，打。好，这球皮耶鲁打得相当的漂亮，他注意到了他正手的空档，没有让对方的挡球过来，然后自己却失掉，衔接上，关键是脚步。好，
这两球啊，这两球皮耶六是抢攻的很凶，有放手一搏的这样一个姿势，因为他如果不搏的话，下一局就是3-0，情况就很难逆转。他很小心，好，很认真，好啊，皮耶六又得了一分，比分追成了9-10。再有一分，好，皮耶六两位队友也是在场内给他加油。好，这球啊，这球是一个稍微带有一点意外的球，皮耶六是似乎是无意中间拉了一个弧线很高的一个弧圈球，对方击球出界，啊，皮耶六摆得很好。然后反手很漂亮，哎呀，很可惜这一球，皮耶六自己也觉得很可惜，很遗憾，这一球是抢攻出界了，关键还是他的身体啊，靠后了一点，靠后的话他整个弧线也是拔高了，哎呀，这一球，看上去似乎是身体跟脚步没有到位。比赛的形势相当的严峻，对于魁北克选手来说，那如果中国队选手如果再赢下这一局的话，啊，很漂亮，这一球酣畅淋漓，来了一个反手的快撕，打到了对方正手大角度，如果中国选手再赢下这一局的话，哎呀，今天这位中国选手他的运气真是太厉害了，他是不是信了春哥呢？哎呀，又一个运气球，但他没有抓住这个运气，这球是衔接一下下网了，相当不错，刚才一个擦网一个擦边，始终是身体太靠后了一点，他的脚步没有跟上，尤其他的右膝盖没有跟上，所以整个球他球还是弧线太高了一点，如果他能再往前一点的话，这个球会处理得更好，这有赖于教练能看出来给他纠正。中国队选手啊，他各方面的基本功都相当扎实，问题是有时候还是太粗糙了一点，尤其对于近台的球，它是近台的进攻性的技术它没有做很好，所以我们看到它经常发的都是半出台的球，这一球相当漂亮，也是反手打到对方，因为对方是左手选手，所以他打到对方的正手大角度，这球很漂亮，但是对方也是抓住了机会，来了一个以牙还牙，也是反手打到了他自己的正手位，这球是打到边了，皮耶六似乎是没有延续上一场的神勇，上一场他是击败了前南斯拉夫的名将普里莫拉茨，现在这是什么国家，这个国家似乎是克罗地亚，前南联盟啊，他的各项运动都非常出色，包括乒乓球，以前普里莫拉茨还有一位搭档跟他打双打，也是相当的出色。以前还有足球队，他们的足球队也是曾经在世界赛场上取得过相当出色的成绩。
但是随着篮联盟的解体，他们的很多包括经济运动等方面都渐渐失去了光彩。但是普里莫拉茨这位名将也是能够被大家所铭记，他的帅气，他在场上的风采。这一次比赛也是相当幸运，请来了法国的名将科贝尔。科贝尔跟普里莫拉茨都是蝴蝶签约的著名选手，兼出色运动员。好，这一局我们看到皮耶鲁率先取得了局点，10-8领先，也许还会有机会，还会有转机。皮耶鲁打得也是相当认真。好，这球很漂亮，哎呀，太可惜，这一球是两个白短摆到了对方正手小三角，而且第二球比第一球还要短。但是下一板在第三板的进攻当中，他是还是那一个问题，在侧身位他没有，并没有脚步没有跟上，还是太后仰了一点。但是这一球的话，这一局皮耶鲁取得胜利，取得了第四局的胜利，比赛也将进行到第五局。好，第五局的比赛即将开始。刚才我们在比赛间隙当中看到皮耶鲁的队友似乎需要提示他要用侧旋来扰乱对方的节奏。我虽然听不懂法语，但是看到他做的那个动作似乎是这样理解的。法语也是非常美丽的一种语言。但是法语是欧洲的语言啊，很多都比较难学一点。但它基本都属于汉藏语系。像欧亚语系。它很多的词根都来自于拉丁文、古希腊语。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学科，比如天文、地理、生物、化学等这一些的词语的词根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古希腊语的一些痕迹。好，开局打了一个5-1，进来一个小高潮，皮耶鲁似乎也是在一个战术的转换上面并没有带给对方太大的威胁，而更多是带给自己过多的失误。这一球封挡的让对方猝不及防。这一球也是很漂亮，哎呀，想不到对方接得更漂亮，打到了皮耶鲁的反手小三角的一个位置。这是一个封挡球，是一个防守线技术，但是皮耶鲁是脚步也是没有跟上，在这一球是打飞了。这球重心没有起来，或者说是在准备的动作当中，他的重心压得不够深。好，这球是很漂亮，那个球几乎是贴着桌面这样过去的。是抓住一切能抓住的机会。
统一一切能够统一的战线。好，好，主动，争取主动。好，很漂亮，哎，进球，看到是一个擦边球。命运之神降临在了皮耶的头上，或者只是飘过一次。好，这很漂亮，白嘴向上转，好，向上低，孙浩红呢是正手往上拔球，拔下网了。哎，这球不好。哎呀，我们看到双方在已经取得主动的情况下，都出现了不必要的非受迫性失误。哎呀，这球发得很好，这球似出台非出台，但是皮耶洛在用反手在正手位接球啊，这跟拧拉，但是这没有成功。我们这几年都看到这位魁北克选手皮耶洛他的成长也是比较显著，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比较暴躁到现在也许是比较平和了一点，这是一个人生历练，也是一个人生进步的一个轨迹。但往往在场上是需要两种东西的一个融合，既需要冷静，冷静头脑，也需要激情的表演。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这些著名选手们，他们都相当有特点。哎呀，最后一球，皮耶洛是反手挡球出界，这样孙浩红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入到了决赛当中。下一场我们将解说另一场的半决赛，是由法国的名将科贝尔对阵加拿大的王真。谢谢各位收看。